されると思わないことじゃ、人間。好撤。您说个完。啊、我回来了，抱歉啊！哎、欸、，Apple 安安，初见安安，看一下、喔、多多安安，果子安安，明明安安，把布安安，青蛙安安。哎、欸，安娜，昨天抱歉，昨天联动比较不能跟你打招呼。哎、啊，你昨天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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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哎、欸，初遇是什么？你去当兵哦、喔。哎，番茄安安。你没看到第一名是谁？你啊，你是第一个啊！你怎么说第一名？说打招呼吗？你被哦，你被突袭关了14天哦！你做了什么事情？你坏坏了什么事情？嗯，哇，安娜，你那么多人认识，你看。你看，你再红一点就超过我了，安娜加油！安娜，你可以的。哎、欸，不过我想我，狐狸安安，啊，你们家高高啊，那个谁，阿布，你们家高高现在还好吗？其实他最近也没敲我了，只有那次联动有敲一下，现在没敲了。有看一下他有偷偷开抓鬼啦，但是后面就不知道了，剩下咳嗽而已。为什么你会知道？好扯哦，这个番茄竟然知道人家咳嗽的事情，好恶哦。有好一点了，那就好。他现在三点会来跟我的图啊，所以咧，他是打字打咳咳咳，还是通话咳咳咳？我刚刚本来想说赌30分，5点半的时候赌说看看有没有那个小游戏玩，结果被欧若拉绑走了，我被欧若拉绑走了。打字咳咳咳，我不信。哎、欸，今天最晚开到8点啊，好不好？我们安妮主播8点在 YT 开台，虽然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揪过去啊，但听他玩牙啊，不玩牙哈哈，刷牙哈哈啊，佩佩安安。我也知道他确诊啊，我有问他状况怎样。不是啊，他就是那一天玩的时候，哎、啊，你不是也在他的台吗？我今天本来，我跟你讲，我本来半夜要开台，但是我真的好气哦，我恐鬼这就是难度调到最难，什么15倍之类的，结果我猜鬼猜不到。我猜鬼猜了快2个小时，没猜到一只哎、欸，而且我都只猜一只鬼，啊，就猜了2个小时说啊，好啦，随便乱点的时候，
再多点个两次，我原本猜那只鬼又出现了。哦，好气哦！想说就来迷信抓鬼啊！不要用科学抓鬼，用迷信抓鬼。不过昨天应该说今天早上5:30的时候，那时候我又在迷信抓鬼嘛，结果赌对了一场的经验5000多，不过太累了啦，这个迷信抓鬼不要试，太累了。信安安永远点同一只吗？对，来看。看不是杠，是看不是杠，看。这就跟包牌一样嘛，包牌的概念一样。花音安安啊，看到花音我就想要我的啊。公主连接不想玩了，好没吞下，不好没吞下什么？好没目标，好没吞下。快别吞下！有啦，刚刚也在想说，如果我们顺利打得快一点的话，我们可以来1-2 switch。可是我怕玩太久，影响到我看台的时间啊。快别吞下！喵屁啊！7点是不是？啊不7点，7分是不是？啊，喵到7分啊！各位喵，麻薯安安喵，那我们可以来灰烬？没有欸，喵。我啊，可是我10点我要去。二补抓鬼啊喵！我要去抓鬼补习班。啊，我跟你讲，你们这时候打招呼就可以用到这时候了喵啊！有没有有人换了字尾啊？这时候打招呼我一定要讲话啊喵！哈，你一个老狐狸喵！哎、欸，麻子煮的安安喵，这样昨天跟麻子玩的那个，怎么可以我这边那么冰冷啊喵？他怎么那边那么的温馨啊喵？我觉得我比较喜欢他那边的画面欸喵。安心安安喵啊，月灵安安喵，这不是我们的玉灵吗？我这边就赛德克巴莱，一小时黑，你知道？我就是想说，那个什么喵恐鬼，他的鬼才20几只，24、26只分之一的几率让我猜到，没有欸，他比珠子的色尾还难抓欸喵，又有两个小时都猜不到同一只欸喵，好气人啊喵！啊，我最近有回去玩斗阵啊，有明显感受到我的手比较不抖了没有？啊，因为这次买了通行证了，所以一定要打完。之前物质的通行证其实一直在犹豫要不要买，可是那时候碰上好像是宝可梦，又碰上了那个萨尔达，不是宝可梦，碰到萨尔达，所以根本没有时间玩。所以导致喵啊，导致那时候物质没有拿到造型，我觉得有点难过。心脚伤害跟鬼一样，哎，我心脚用的口贼溜啦啊！有没有要喂我一下25？感谢25条，谢谢25条。
我解个任务而已，谢谢谢谢。也不用啦，不用特别啦。啊，才3400啊，还要10000呢、欸、哦，喵，反正要买的，但剩一个又不可能完成，对啊，哎，天照阅读跟日还有谁，还有什么，喵，蹦，嗯，然后那时候看到安娜的造型一出来之后，我就想说。啊，这个不就零度叛乱的吗？感觉很像欸。然后跟安妮聊说，安妮就说什么是零度叛乱？我说哦，零度叛乱就是斗阵特工的故事背景的机器人啊。啊，他们就是一群坏的机器人，要侵略人类，你哦。然后结果他真的这一次是绑着那个 PVE 出来。哎、欸，这次 PVE 好让我不想一直玩下去，我觉得好无聊哦。谢谢佩佩，佩佩你要活着。喵，喵。跟万圣节没有，我觉得万圣节比较好玩呢、欸。他这个比较无聊哎、欸。喵，哎、欸、没了啦，结束了啦。可是他这一次比较无聊哎、欸。那次有点作业感，而且。他是要出去拿东西回来，出去拿东西回来。啊，那个什么，万圣节那个至少有个目标，就要往前冲，往前冲。没有啊，他这次就是一直都在守点，守点。要拿电池回来补，拿电池回来，就觉得不是一直打，一直打的感觉。他反而是一波一波结束的。我是又想卸载了，可以啊，你可以卸载了。我应该会打完这次通行证吧。不过这次我真的觉得我的手感非常的好。谁？猜猜我是谁？给了300块，啊怎么没声音？哎、欸，不能这样霸凌我哎、欸！啊怎么没声音？蛋你啦！等一下，看一下哦、喔。为什么会没声音？还是要这个？猜猜你是谁？小妞，是不是你？不是小妞，就是杰云了。还有谁？我想不到了。啊！为什么没声音啊？是欧弟是不是？我不知道哎、欸，为什么没有？你竟然猜想里面没有我吗？不会有你啊，怎么会有你？你这个人做事从来不低调的好吗？不是啊，我在解决我的问题啊！你闭嘴，闭，要，还是我要这个要关掉、啊？你这个人做事从来不丢按键的好吗？你从来都是。直接站在路灯下面跳着舞的那一种，而不会在路灯照不到的地方偷偷丢按键。他会偷偷汇款？不会、欸，他不会偷偷汇款。偷偷汇款的是小妞在做的。小妞有时候都会突然说：“
教主你有看到吗？我说看到什么东西？你又做了什么事情吗？这样子，然后我才去查一下绿界。哎，这个就有声音哦，所以我这个啊，怎么这个还是会出现？等一下哦，等一下哦，这是抖内，然后完蛋了，我觉得我这些好多位置都不对哦。リジ。看。所以刚刚是谁啊？刚刚真的是欧弟吗？最后の10枚になっても。还是我要去测试声音？哦，好烦哦！这是惩罚我太久没开台吗？怎么可以这样子？啊，又不是故意不开台，对不对？哪一个啊？哪里呀？测试的在哪里呀？这个吗？哦，这个就有声音了。感谢棉被猫的10个月，好想繁星，屁啦！昨天才跟你玩，你在那边想我。有蓝银。盲杆。哎，刚刚火鼠是丢啊，是丢绿界吧？啊，那我来这边干嘛？等一下哦。有拉尼，完蛋了，我合牌还没有10000欸。我们要一起玩，欸，没有吗？啊，昨天是芝芝啊，啊，抱歉了。绿界。我的绿界账号多少？靠腰，等一下哦。登录密码。等一下啦，零。理解。怎么变火鼠了？啊，什么？怎么变火鼠了？啊，欧弟啦，抱歉，感谢欧弟的啊，总共400块。哎，有声音了，谢谢，可以了。啊，为什么不对？继续。然后勒，527。ツノ。哟，看到了，赞助者欧弟。白痴哦，好，感谢欧弟的400块，有了，谢谢。啊，叶子安安，你有兔耳了？什么？我有兔耳了？我一直都有啊。叶子，看来今天叶子晚上会开台哦。
还是在你眼里，我原本是没兔耳的。鬼门开了之后，你就看到耳朵了。哦，那个框框哦，你知道我是为了这个框框抽的吗？我不是为了这一只抽哎、欸，我为了这个框框抽到这一只，结果我三十抽没有抽到框框，我直接保底买了这个框框。你知道我多扯，人家保底买角色，我保底买框框。吉特的华华安安，弗雷安安，你夸张，这是叫对兔兔的爱，你不懂，这对兔兔的爱。50换吗？这个80哎、欸，还是100、欸？这个头框不便宜耶、欸，你知道吗？这个头框80还100块哎、欸，我想说你凭什么那么贵？好啦，我买啦。而且最好笑是，好像80吧。然后我那时候抽完之后，我是刚好79，79哎、欸，啊。我就说这次光遇他最好是给我出那个兔子的包包啊，或兔子耳朵之类的饰品哦，把我气死哦！哇，你现在框框也是用换的，哎，是不是因为他是兔子？哎，感谢佩佩，感谢狐狸，感谢果子。原来不是因为我想找你抓鬼啊，我又不知道现在要干嘛。我想说先解个每日吧。哎，对，这个镜子就是我的，我等一下我十点之后都会去找他练习抓鬼。我本来想早点跟他抓的，只是他没有什么意愿。哎、欸，你下次要偷抓，先跟我说啊！我也想去练习啊，我也想要对团队有个贡献啊！我至少想要早点拿到酷酷的酷酷的啥？ENF 吧。哦，被恭维。哎、欸，你说你今天拆鬼都还不错，那是不是就是自己偷抓？你正大光明哎，你看又是一个正大光明不做暗示的人，还是我只要看到你实哎、欸，你实定也没上吧？我有你实定吧？还是看到你实定在抓鬼，我就毫不犹豫敲你头，把你头敲烂。有，可是我是关掉的哦，没有，我也都是其实都隐藏或关掉啊，不然有时候。我撇除玩一些怪怪游戏啊，因为 我其实没有什么在玩啊，因为有时候想要自己私下可能就是玩一些放轻松一点的游戏嘛，然后可能就有人说好、哦、教主又不睡觉在玩游戏的感觉啊，可是我现在半夜其实都没在玩游戏了，都在看 YT， 干嘛那么撇清啊？因为怕有人误会。虽然总是都说在玩色色的游戏什么的，其实都没有。哎，还是下晚一点陪你抓鬼的时候，我学一下鬼叫声，对吧？可以吗？可以吧？刚刚那个，听一下他阿公噎到没有？他有个收音机收到是，哎、欸，鬼叫声是这个声音啊。哎、欸，我问你哦、喔，什么叫做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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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雾团？那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就是看不见身体，只会有哈气的声音？叫什么烟雾事件啊？是吗？
我昨天在恶补那个危机的时候，说什么烟雾团，赶快拿二阶温度计。哎、欸，我觉得二阶有点雷，二阶有时候觉得没有一阶好用、欸。哎，一阶至少很明显会有温度起伏啊，二阶是你要按下去读个三四秒才会看到温度，有点雷。你温度计三了。你看，你都偷练等，你也让我练一下吧。我也想要器材赶快升上去啊！心情好复杂，不好复杂，好啊杂。你隐藏就是偷偷摸摸的玩了，你不是正大光明。你趁着我睡觉的时候玩。小伟早安。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有你就有。姐姐今天会开台，对啊，所以我八点会关台啊，怎么了？怎么了？这没影响吧？我八点会关台啊，怎么了吗？啊，镜子，你几点开台？你不是都六点开吗？我都早上下午练一下而已，练个几轮就关了。我有尝试过，就是难度调到大概七倍吧，就是至少看得到那个啥，理智。但是我进去之后还是觉得。我不知道干嘛，我也有东西都扔一扔，也有找到鬼房，可是还是猜错。六点半开，你还在等人？等谁？该不会等我吧？我马上关，马上投票。你鬼房都不找？有啊，我后面直接拿那个八音盒直接去找鬼在哪里，然后就拿相机拍嘛。可是他没有马上消失啊，还是八音盒拍的鬼，他幻影不会消失。你开埃尔宙斯还要等人哦、喔。哎，你那个奋斗值记得要吃满哦，差超多的。我跟你讲，我当时打了一只 boss 啊，我因为奋斗值都永远不吃，我想说就是靠我们的羁绊啊，靠我们之间的羁绊啊，信任什么之类的，看可不可以碾过啊，不行，直接被打烂。结果奋斗值吃满了之后，我靠一只就把它打烂了。哦，你爸遇哦，你在等你爸哦，等你前世情人啊。太古嘞，你们家利诺怎么最近开台都开那么短啊？他不是都不睡觉新人吗？怎么最近变成睡觉新人啊？晚上挂着挂着，莫名其妙就被丢到其他地方了。会然后奇怪，这是什么声音？怎么会有男生的声音？不是、啊，怎么会只有一个男生的声音？点开来看，哎、欸，去什么麻薯的台？是这样说的吗？啊，不是。不是女儿跟爸爸是前世情人吗？所以我有一个叔叔，他有五个女儿，他有五个女儿。哎、欸，我不知道哎、欸，我们家族啊，最近很发生很奇妙的事情。我们家族男女比例占比堪称御三家。靠腰、喔，我只是想和这个不放冲而已，我怎么就死了？他最近精神状况扛不住太久，哦，真的哦、喔。好了，还是我去安慰他一下。你很抱歉，你不用抱歉，赶快下一局，让其他人有机会玩啊！你要跟在场的另外两个道歉啊！
哎，感谢马斯五一夜月星，感谢，拜拜拜拜。干八梯了。没啊，家好好休息啊。要他状况好再开啊，不要这样子开啊，好不好？这样子骨雷会心疼啊。失眠真的超痛苦，这三天失眠挺严重的。哎，我可是、欸、也不能说我失眠啊，大概就是睡两小时可以撑两天的。我时不时都这样子啊，就是有时候心情差，心情不好，就是可能两三天睡不着，对吧？哎，怪人，结果好不容易睡着了，突然睡个两小时又醒来了。因为他睡太久会这样，他会固定失眠，啊又会睡太久，还是他一次是睡很久，然后一次醒很久，不就他前阵子那种耐久台，对不对？他前阵子的那种直接12-11小时的，还有联动，我看他撑不了多久，好啦，我替你骂骂他，虽然我还没有他的好友。问一下哦，麦块蓝色龙源很难服吗？我是觉得很难啊，可是那时候优奈升个八字就出来了啦。你知道那时候我们上个月不是有一次是开什么三羊赌博那个嘛的前一天，优奈直接养了八只龙源就出了，然后。他说啊，完蛋了，怎么办？没事情做了。然后后面就说啊，你可以养尖叫山羊啊。然后尖叫山羊大概是已经有那个有闪耀护符了，几率会更高一点。结果他养的第二只就出了。你要这款游戏怎么玩？你要这款游戏怎么继续进行下去？他超扯的啊！那时候我就是我们在准备就是栅栏啊，把那个山羊就是一个一个区分起来的过程中，我那时候就说。欸，等一下，怎么有一只叫的特别难听啊？然后他们是说聊天室嘛，他们说右下角会显示说是狮吼声，不是山羊叫声。我就靠近，狮吼声欸，优奈狮吼声欸，然后啊又结束了，没了，没东西玩了。那个可以撑时长的东西被优奈玩坏了，对不对？那一次就很奇怪，同一天哦，同一天他在短短半个小时内升到了色为龙源跟尖叫山羊，结果他不签乐透，他在过了大概三小时吧，不，大概一个小时吧，他去尿尿了，被我骂。我说你为什么尿尿？你会把运气尿走欸，你要憋尿去签乐透欸。啊！你怎么可以尿出来？那些都是啊，那个是幸运药水，就要切起来拿去卖。哎，讲说那是幸运药水，不知道是黄的还是白的啊。我幸运药水这东西应该是绿色的啦。旦那さんのお気に入りをなくしてしまったようです。都是。对啊，幸运药水是绿的啊。哦，的皮总坏了。喂喂，我怎么讲个幸运药水人就卡住了？完蛋了，我坏掉了。这个非禁止画面，各位。不是，我怎么变这样？我怎么会这样子？哈！喂，怎么这样子？你拉着我，故事确认卡了没？不要再敲了。我还醒着，我只是发呆。你们会不会发呆？有时候就是不想要动头，然后脸会一直看着一个地方，然后讲话。
没有，现在先不要跟我讲话，我在想事情。这样子，我看到重开了、欸。好呆哦、喔！你是谁啊？怎么呆啊？繁星。还是我这样子，等我一下哦、喔，我先把机舱给关起来。在 emo 的部分吗？不行哎、欸，侦测不到脸呢、欸，要重开了哎、欸。你看，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完蛋了，败掉了。完蛋了，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没讲错话啦，重开啦，烦死了。哎、欸，怪了，你缺什么？你有没有缺六条？我送你。会缺六条吗？啊，不是绿色，你这骗子！哦，你这个骗子！我没有说我是绿鱼色啊，我有五九条靠腰哦，一副绿绿的样子，怎么可以欺骗我的感情？就像那天呆鱼在打牌的时候，你也说你有机会绿鱼色，有一个人跟你讲说啊，可是我手上绿绿的牌很多哎、欸，哎、欸，他好像，等一下哦、喔，我是不是要，我是要重连东西？是 IP， 1.1.3。连接知识补齐，确定。哎、欸，我觉得派 key 了，等一下，皮坏掉了，今就没皮了，皮皮。哎、欸，焦仔安安。哎、欸，好了，我可以玩了，不是玩了，我可以修皮了，修皮，视讯镜头当机啊，不是哎、欸，我是用手机，所以我现在很，我现在不能低台啊，不然以前如果是用视讯镜头的话，我就可以边低台边看， 1.103168啊，对啊，怎么会这样子？我靠！宕机很多次，我就这一次哎、欸，启动，原神启动。不是，哎、欸，他这种宕机，应该我眼睛会闭起来才对啊。嗯，
重开机，谢咯，感谢你提供了没有用的意见，感谢你提供没用的意见。没事啊，反正等一下一二十一曲用不到你了。哎，怎么会这样啊？换电脑了，谢喽，谢谢你们，谢谢爸爸们。透过 USB， 注意事项，没有热点的话，确定，确定。好，确定。允许。是，我是不知道啦，但是会变成这样子啦，就是，有没有一脸呆滞的样子？可是以前没侦测到是眼睛会闭起来嘛，但是鼻子会有泡泡的东西，是吗？对吧？但是现在是整个宕机了。好喂。リーチドラドラニドラマンガン哎、欸、还好昨天在联动的时候没当哎、欸欸、应该要在昨天的时候当才对对不对搞不好麻子有遇到过可以问他你把手机重开机看看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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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的问题，是 VTS 的问题，因为我没有侦测到脸的时候，我眼睛应该是闭起来的。你懂吗？就是我的动画是没有侦测到皮的时候，眼睛应该是闭起来的。啊，我试试看。等一下，一二十一曲还是原神？不啦不啦，神界，原什么神？整天在那边原神神界啦。古雷，拜拜。每次把神界讲成原神。像那时候好像那个谁阿靖他们开始在玩的时候说，哎、欸，还是要来那个要来原神。我说啊，原神啊，神界啦。落ち着くのだ。マジックでドラをすり替えるのはイカ様だ。絶対やっちゃダメだぞ。哎、欸，这场打完不要进来咯，好不好？你们乖，不要进来了，乖，别进来。等下换游戏。Oh my god， 到底想干嘛？情书已经寄到你家楼下。我的妈！立即。理解。Oh my god， 到底想干嘛？哦、还是不行哎、欸。显示 IP。
白痴哦，我根本没连呐、啊！哎呀，靠腰啊！找到原因了，原因就是有个连接网路的按钮没按到。哎呀，我的小脑袋瓜！哎呀呀呀呀！最后的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干秋大小，救命呀！莉莉安安，我觉得怪怪的，位置不太对，这样吗？啊，昨天跟麻子，因为麻子他的那个界面有够大。所以昨天配合他，结果把那个我的皮也都拉到超级大，导致我现在觉得我看什么不看什么都觉得怪怪的。那这样吧。リーチピンフイペコドラ。嗯？你怎么开始玩麦块了？宝可梦设为抓你了吗？等改版了啦，先别抓了，等改版了，好吗？等更新。你想孵蓝色龙源？那你知道龙源生的地方吧？只有那个哦，那什么东西？啊苍玉洞窟啊，就只有苍玉洞窟有哦。给地表找杜鹃花树，然后往下挖。我原本以为杜鹃花树很难找，结果随便飞一下找，应该说因为有翘翅飞一下很好找到啊。你行，先找好龙源了。那建议不要用白色龙源啊，用全粉色啊、全黄色或全棕色的龙源，不然你用一个白色龙源一起生出来，你眼睛会脱汤哦。那个白色龙源根本来搞的。救命啊！大叔，救命啊！黄跟棕哦，白色跟蓝色很像吗？不像。但是你在生的过程中，你会多看几眼，不像是其他颜色，你生完之后就可以直接丢着跑了。你懂吗？就是，今天你。今天你那个两个颜色很明显就不一样的东西，你生完看到它生出来的瞬间，你就可以直接跑了，就不用多看它几眼，还想说它是蓝色龙源吗？那种感觉。我那时候在那个啊伺服器里面，就是把我上面那个养殖区全部用成粉色龙源，然后把蓝色我把白色龙源通通就是关在箱子里面啊，结果就是不用多看几眼，那时候就是优奈就生八只，直接一个蓝色东西掉在地上，他说啊老师怎么办，我说你赶快倒水救他，因为我下面其实是没有要让他们存活的意愿的，就是让他们在下面干死。结果他马上伸出来，所以赶快倒水，不然他干死了。感谢棉被猫，感谢马同学，感谢怪人。好了，
要来雀魂赛马娘了。雀马娘。リーチ、ツモ、ナン、サンアンコ。了不起哦，漫画很了不起。果てしなき絶望の中で、もがきながらも咲き誇る鮮やかな花。ご主人、おかえりにゃ。訓練。所以上次一二 Switch 的忍者游戏，怎样？我忍者游戏，哎呦，明天就可以4S了。早知道我第一天就全部点这个东西了。哎，训练哎，这个我私下用好了，我们来换游戏，我先把声音关了。哎，我们换游戏，换游戏，拿出你们的 Switch， 不是 Switch， 你看怎么这么大、啊、你看就不该这么大啊，很奇怪耶。等一下哦，我先调到我原本的大小。应该这样才对嘛，然后怎么那么小啊 ？Oh my god， 到底想干嘛？情书已经寄到你家楼下。对啦，应该要这样子啦哦。等一下哦，看一下，有个告白都说个结结巴巴，还有个冷茶，救命啊！大叔救命啊！好了好了。哎、欸，我皮关掉了哦，因为用不到了。关掉。我想一下怎么用 Switch 哦。属性，投影仪。改一下标题，一、二、四、一什么一、二、Switch， 哎呦呦，好大声，靠腰。等一下，我插一个游戏让我玩一下。49分没游戏，那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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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手机玩。晚点玩，晚点玩。啊，要用这个，用手把玩啊，忘记了。啊，手把。要用 Joy-Con。紧握好 Joy-Con， 好握好了。
那么首先请用画面上的 QR Code 进入大家的专用房间。哎，我真的只要打完斗阵，我的键盘就有够黑的耶，天哪。已经进入房间的玩家，请输入自己的头像照片跟名字报名吧。你还要开电视？开啊！啊、怎么没人？又进来哦、喔，又进来哦、喔。OK。已经报名的玩家，请帮一下还没有参加的玩家，告诉他们怎么报名吧。报名完毕之后，就开始游戏吧。你不参加哦、喔？哎、啊，你去忙，你去忙，你去忙。喝个水。报名完毕。你在找魔游艺，你可以晚上八点再找啊。我八点就关台了，你不多陪陪我？我还没人呢，还是我改神界？我才想说，我要让你们看看。我那天去书局买的那个，买了色彩猎人专用的东西。就开始游戏吧，请找一位代表负责按下 Joy-Con 的按键。你在部队？你在部队？我不知道，对不起。你说色卡？不是，不是，不是。我才不会买色卡这种东西嘞，那太无聊了。当然就是要买那种很好笑的东西才来啊。报名完毕之后，就开始游戏吧。你那支笔最后买了，就是买那个笔啊。我觉得这个笔应该可以，只是我的魔术方块很多颜色跟它冲到，在想说要不要买蜡笔吗？对啊，就是那个可以插很多的，可以插很多的蜡笔。几个了？六个了。报名完毕之后，看一下哦。反正人那么少，我们先设排队人吧。等一下哦。大家好，我是 Horace， 今天是不是也聚集了一群知己好友，来让气氛热闹起来吧？那么，马上来
请用 Joy-Con 选择想要 OK。你知道自己一个人真的玩不到什么东西耶。我昨天想玩，可是打开我直接整个放弃了。好了，那么各位，我们马上来分组吧。你们要自己决定要跟谁一组吗？还是要交给我决定呢？月灵要不要玩？ Okay, 找你侄女啊！要开始喽！你是要我Switch坏掉？右边的队伍请移动到画面右侧，左边的队伍也请移动到。对啊，我的手机画面黑掉了，重新进去。那么大家都确实移动到。你吃完晚餐就来，晚餐结束后姐姐就开台了。还是。我们玩改神界，色彩猎人。哎，其实我想啊，我们还是都不要拍，都不要拍画面上的，我们来拍滑鼠还是什么的。这什么酷东西？这是可以联动的游戏。神界是新游戏吗？不是，它是很早的游戏了。要同行拍摄的它是桌，它类似桌游啦，但真的很好玩。出发前先检查一下照相机吧，启动智能手机的照相机吧。准备好了吧？那就马上来练习摄影吧。那个就是 train color 了，在周围寻找同一种颜色，然后拍下来看看吧。有多少？81。把圆圈的中心对准颜色，再拍。你把书都搬出来了。是用，感觉不错。又是要物理课本了吗？这是第一回合的摄影。左颜色。太黑了吧？没有啦，没有啦。这个圈开了吧？在20秒内，我要背对光线了哦。开始。好了。海尼根，你拿海尼根吗？好的相片是哪一张呢？啊，等一下，我有买那个饼干，我竟然没拍饼干，那我白痴哦。哎，我买那个巧克力棒啦。我那么接下来的工作，那个巧克力棒我有买。接着是这个颜色，时间跟刚刚一样。那么开始。哎，这跟我的手的肤色好像哦，还是我拍手啊？我直接拍手欸，白痴哦、喔！我没有买一堆东西啊，就巧克力棒跟蜡笔而已。大家都说拍手啊！哎，各位，我拍手欸！我想说奇怪，这个本色照不出来、欸，啊怎么的手指好像比较像啊？
最后是这个颜色，左边那一颗啊，不是啦。老师丁宁好笑，对啊，我就觉得拍那些很奇怪的东西比较好笑啊。有了吧，有了吧，这个笔其实还蛮好用的啦。不错，工作做得很好嘛。可以，用蜡笔平均80分以上哎。没有，其实刚刚那个蓝色蜡笔不行啊，我是背光啊，背光它才比较深，不可能上张都有笔吧？有啊，只是其中一张是我的手指啊，我发现它比较好啊。猎人，来，这个是没有中间的准心可以对，有没有中场加入的啊？是没有。今天不会再把你当成新人教育喽。欧瑞有，也好好努力。可是我发现欧瑞有比较偏水色哎。要同行拍摄的是哪位呢？还是只有我们七个？哎，怎么？怎么右边人那么多？怎么右边人那么多？查一下照相机吧，启动智能手机的照相机吧。哎，我们等一下第一场，应该说什么？我们等一下第一场拍手好不好？我来看看大家的手谁分数比较高，要不要？那就马上来练习摄影吧。我们来拍手哦，要拍手哦，要拍手哦。我们拍手，看谁的手分数比较高。然后拍下来看看。这一场哦，这一场要拍哦。把圆圈的中心对准颜色再拍摄。是用智能手机操作哦。感觉不错，那我们就出发吧。这是第一回合的摄影。来哦，拍手哦，各位。可以吧，大家的皮肤黑一点的加油。看这个圈 color 吧，在20秒内拍照吧。看看谁的皮肤比较黑啊。开始。三，好 ，OK 了。等下谁会开？等下有人拍课本，我会抓狂哦。对，我们来看谁会上榜。哦，还好没有我。等一下啦，怎么有人拍其他的啦？哦不，等一下，果子你被编了哎。好啦，正常拍啦，有人吃广告，正常拍吧。我本来想说可以看看前三名的手。加油吧。啊。接着是这个颜色。时间跟刚刚一样。开始。我什么这个颜色的啊。没有。我的手，我的皮肤可以吗？蜡笔没有，蜡笔只有黄色跟橘色。OK 了，他没有这种奶黄。好，这一次谁拍的最好呢？被冲康。啊，宏远，刚刚是大家要拍手啦。哎，果子，你还是拍手。
果子，你的手很漂亮哦。最后一个了，加油！最后，这就是 Oreo 的啊。可是我 Oreo、可以加，可以加，可以加，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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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同学进来没？二一，时间到了，辛苦了，来，给我看看最后的相片吧。他在笑欸，蜡笔在笑欸，真不愧是你，谢谢你今天也用心工作。好啦，我们出去玩游戏吧，我们去玩游戏吧。怎么调？队伍对战是所有人分成两个队伍进行对战的模式。你满一直有阴影，所以我一直在调，我是在调那个啊，调光线。请选择游戏等级。哎，说要开哪些东西？我记得这个要开，对不对？这个要开，才会有新的东西嘛。好了，那么各位，我们马上来分组吧。你们要自己决定要跟谁一组吗？还是要交给我决定呢？你怀疑对了。怎么了？黄瓜是哪里人？要开始喽！我只知道黄瓜每次都用那只木木消。右边的队伍，等一下，请移动到你那只皮卡丘，那个毛好烦哦。也请移动到画面。那只皮卡丘是谁？那是皮卡丘，脸上有毛的皮卡丘是谁？是你，很烦呢、欸。大家都确实移动到画面的左右两侧了吗？那么。准备好之后，真的，好了啦，绕格。绕格，你的毛，绕格。队伍对战。接下来各位将会挑战各种队伍对战游戏，胜出就能获得一分。最先获得三分的队伍就能胜出。那么我们马上开始吧。第一个游戏是，哎，煮泡面哦。这个一来就这么狠哦。那么我们开始吧。 Everybody One Two Switch。很好玩啊，你可以中途加入啊。专业色彩猎人。来了，各位，刚刚暖身好了，来正式的了。早安，今天不会再把你当成新人教育喽。接下来一天，我下次就看，我直接看我的那个实况台的描述，直接作弊。要同行拍摄的是哪位呢？出发前先检查一下照相机吧，启动智能手机的照相机吧。
准备好了吧？那就马上来练习摄影吧。那个就是 train color 了，在周围寻找同一种颜色，然后拍下来看看吧。把圆圈的中心对准颜色再拍摄。哎，我的裤子就这个颜色。哎，是用智能手机操作哦。用智能手机操作，哇，感觉不错，那我们就出发吧。欸，这个也可以。这是第一回合的摄影。哦哦，这么亮肯定可以吧。先开了吧，在20秒内拍照吧。那么开始。好 ，OK 了。最好的相片是哪一张呢？谁在那边拉拉队？那只猫是谁？干外送来的，你直接拍外送的脸好了啦。接着是这个颜色，时间跟刚刚一样。我没有，我没有，我没那个颜色。好啦，给一个笑脸。我不敢。我说你拍我干嘛？我们在玩色彩猎人。哦，你是说那个一二一二的吗？哇，那是拜拜 UFO 哦。好 ，OK 了。Hello UFO。好，这一次谁拍的最好呢？你那个毛真的好烦人哦。你怎么会拍？你怎么要拍腿呀？哈 ，sorry， 我拉拉队，没事，我只想知道那只猫是谁。那个腿推，哎呀，哎呦，好红哦。最后是这个颜色，那么开始。还可以吧。好 ，OK 了，辛苦了，来，给我看看最后的相片吧。让我看看。什么？我才81分？什么？你知道是什么绘图版吗？真不愧是你。那个是什么绘图版的背面吗？还是什么？来玩 OS 哦。第一站结束，来发表结果。左边的队伍称霸了第一站。哎，各位加油加油加油！那么我们就开始下一个游戏吧。从现在开始。会由落后的队伍决定游戏。完了，有三个不想玩的。请右边的队伍，觉得是时候了，就马上按下智能手机的按键吧。有三个不想玩的。接下来的游戏是粉盲草儿安安。哈哈，马同学是不是想搞？那么我们开始。你是不是想让我蹲？是不是想要煮泡面，马同学？奇数偶数 bingo。来开始。我没有。
请使用智能手机报名哦。不会啊，那个深蹲我不会叫你们玩啊。首先，在智能手机按下 OK 按键，决定卡片的数字。哎，我有919哎，太好了。昌哥出现了，等一下，我觉得苏贞昌是谁？停下轮盘。上次苏贞昌是谁？好像叫什么儿的，是不是？他们确认好之后，请按下按键。左边的队伍是奇数，右边的队伍以偶数为目标吧。啊！首先是右边的队伍。来，各位。Let's bingo。请按下按键决定数字，第一个数字是四几？等一下，二十。按下53。啊，如果卡片上有对应数字，哎呀，我很抱歉啊。请点出一下。哦，对，童仔，对。接着是左边的队伍。没有黑箱，没有黑箱。不是，这很难按，不要问号。你看，是还你们了吗？我刚刚看到12哦，谢谢我，谢谢我。来说明一下规则吧。很难按哦。这个游戏是要队伍中过半数的成员达到 bingo 才能出。哎的，那你刚问号什么？确认需要多少人达到 bingo。那么继续吧。接着是右边的队伍，可以随时更换负责停下轮盘的人哦。之后的数字是44 18，44 18 20。好，来个44。接着是左边的队伍，请按下按键。来，我左边要走。问号屁呀！数字是3 57 47 57 47 57哦。好。轮盘停下。55。没有。接着是右边的队伍，现在是机会时段，在机会时段内选出的数字。来，红队的想要什么？28 24 28。好，22 23，有24吧？有啦，有24啊。接着是左边的队伍，请按下按键决定数字，之后60。靠腰啊。我想按57啊，我也想按啊。右边的队伍，请按下按键决定数字。43 24。43。接着是左边的队伍，请按下按键决定数字。之后的数字是57哦，57 13，57 47，57 49。接着是右边的队伍，请让轮盘停下。38 44 54 52。56。有人听来了吗？即将连线，还有一个格子就 bingo 了。哪有？接着是左边的队伍，机会时段来了，我们的机会时段来了。57，好，就57了。51 52。啊，我是内鬼吧？即将连线了。我是内鬼吧？接着是右边的队伍，请按下按键决定数字，之后的数字是58 40，58 48 40。36，即将连线。爱死了！天哪！接着是左边的队伍，请按下按键决定数字，之后的数字是3。又有人达到即将连线了。好，达到即将连线的人开始增加了。如果双方队伍同时达到 bingo， 那最先在卡上开动的就算获胜。接着是右边的队伍，
请按下按键决定数字。太多五十四了吧？我要避开五十四吗？好了，五十四啊，我看一下哦。我是七，左边的队伍有人已经达到两条即将连线了 ，bingo！继续吧，接着是左边的队伍。别吐，别吐，吐在我身上。决定数字五九十七，五九。我很拼命按五九了，我很努力了。看来还有玩家连一个即将连线也没有。我很努力了。接着是右边的队伍，机会时段。五四五八，哎，都五十几了，好。四十八，五十四，五十八。Bingo！ 这样就分出胜负了，右边的队伍胜出。怎么会送我内奸？好扯哦！我刚刚想说可以避开那连套的。啊！我很抱歉。下一个游戏，完了，我都不想玩。游戏中输了的左边的队伍，觉得是时候了，就按下智能手机的按键吧。谁都可以按下按键。接下来的游戏是。各位，休息三分钟。我们开始吧 ，Everybody， one two switch。厨房定时。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要煮泡面了。煮泡面喽。使用手上的智能手机游玩前，先启动感应器吧。这是泡面，这是泡面。使用手上的智能手机游玩前，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大家在一个环境玩比较好玩，哎，就可以聊天干扰别人。Hello， 各位 ，Hello， 欢迎来到料理学校。吴亦安，先用自己的智能手机报名，非常容易，只需要按个按键，谁都做得到。那么那个是哪个妹子自拍照啊？左边的，哪个妹子的自拍照？我可以用照片。不参加的玩家，请好好看到最后哦。今天的你一定猜不到，来做泡面吧。只需要加热水后盖上盖子，谁都可以轻易完成哦。过了三分钟之后，请打开盖子。对啊，海豹球。各位准备好了吗？准备，开始。对了，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呢，必须提前预约晚餐。感谢法，我今年已经是法则的纠团，抱歉，我们现在在玩这个东西。法则餐厅，第十五年是在山上，可以观赏美丽夕阳的餐厅。今天打算去创业于1874年位于36号街的餐厅。感谢酒团。多年前去过，并且非常喜欢的餐厅。不好意思，我现在要去预约一下，大家请先继续下去。嗯？你的头像是粒子画的哎。哦，圈内人哦。李轩安安，我居然忘记把电话号码写在哪里了。我明明记得我有把便条放在这个橱柜的第二个抽屉里才对。六一，六二，六三。我看看，还能加入吗？可以啊，左上角可以扫进来玩。是3809才对。那么，我先去打电话，适配一下。
欸，对耶，要喂卡比兽耶。真伤脑筋，刚刚的餐厅预约已经满了，订不到位子。没办法了，今天就由我来大展身手，准备晚餐吧。说到底，我也是一个主厨呢。前菜是三色蔬菜冻。我跟你讲，你用棒式弄个三十秒，你会觉得三十秒这么久吗？牛排应该可以了吧？啊，我已经迫不及待大显身手了。哎呀，聊着聊着就过了那么久，还有多少时间呢？我在想，我是不是刚刚已经掀盖了啊？我好怕哦。对啊，就像我在意安妮什么时候关台，他就开得越久。你知道，还要顾刚刚是谁揪过来啊？好了，啊，你看看那个鱼板，天哪！各位有成功做好了吗？哎、欸，我一点五秒还行吧。干，这个绝对作弊！检举他，这个人绝对作弊，我不信，不可能，他绝对作弊，马同学，你是鬼，你作弊，我不信。这看起来好好吃，那么开动吧。来发表结果。作弊鬼！你知道我打招呼的时候还没抖脚，你知道吗？抖一下，抖两下，然后感谢揪团，然后就抖了三下。我们就开始下一个游戏吧。我左边的队伍决定游戏，是时候了，就马上按下智能手机的按键吧。哦不！接下来的游戏是。不要，不要。那么，我们开始吧。Everybody, one, two, switch。哎，自由参加，不参加没关系，好吧？不参加的没关系。我可以自己玩就好了。好了，各位，今天也来愉快的深蹲吧。听到快蹲下的时候，马上深蹲。听到别的就不要动哦。刚刚只是 OK 吧？那么没有说要加入吧？参加的玩家报名吧。请使用智能手机报名哦。啊，猫咪耶。不参加的玩家，请为参加者打气吧。要开始了，各位请起立。担心膝盖跟腰部健康的玩家，可以继续坐下，没关系，尽量伸直背部就可以了。那先来热热身吧，小心不要撞到周围，尽量伸直双臂。来面对面，双手牢牢握着智能手机，进行深蹲吧。坐着的人，请确实的举高或放下手臂。重复几次看看吧。哎，郭猫，双手牢牢握着智能手机，进行。妈，小熊不要拉拉队，你那个毛很烦。举高或
小熊你不要拉拉队了，你那个毛很烦，会干扰。面向对方，开始，快蹲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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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别蹲下，快别蹲下，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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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蹲下，快别蹲下，快蹲下，快蹲下。好，先休息一下吧。好，来看看目前谁是成绩优秀。没有你如果去拉拉队的话，我就有理由说都是你啦。你那根毛。不错，感觉还可以更上一层楼呢。后半部分也要加油哦。你看，这一分就是你那根毛害的。请再一次伸直手臂，面向对方。开始，快蹲下，快别蹲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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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蹲下，快蹲下，快蹲下，快别蹲下，快蹲下，快别蹲下，快蹲下，快蹲下，快别蹲下，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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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蹲下，快蹲下，快蹲下，快别蹲下，快蹲下。快蹲下，快蹲下，快别蹲下，快蹲下，快蹲下。好，欸，他的分类有差哦，我看一下哦，对不起，我看一下哦。深蹲做的特别哦，还有哦，一二 switch。做得好，明天也要继续努力。哎，真的哎，哎，感谢，我到现在才知道这个东西耶。哦。结果，左边的队伍只差一分，现在双方队伍进入决胜点。双方队伍互不相让，直到最后一刻都分不出胜负。那么，我们进行下一个游戏吧。怎么都行啦！右边的队伍。我还是不会玩便条欸，我知道要算那个，可是我不想算欸，我来哈喽一下吧。那么我们开始吧 ，Everybody， one two switch， 恐慌便条。哎，我们东岸不参加会怎样啊？今天也好好加油吧，大家一起来帮客人点餐吧，不要把数量搞错了哟。东岸不参加会怎样吗？我不参加。那么，来确认今天的排班表吧，请使用智能手机报名。佩佩，你要玩咯。请使用智能手机报名。不参加的玩家，请为参加者打气吧。好欸，你们加油。阵容，好好加油吧。干，右边更过分，右边一堆不参加的。队员，请到队长那边聚集。等一下，欸，月玲吃完饭了哦。是今天的菜单，请好好写下客人点了哪些冰淇淋，还有点了几份，来试试看吧。请问今天要点什么呢？橘子、柠檬、巧克力、香草、香草，就这些了。好了。有几份柠檬？你怎么知道是我？啊，不是个盘吗？答案是一个。怎么样？
好好写下来了吗？那么，来开一张新的便条吧。这是今天的菜单，趁现在决定，各自要负责写下数量的口味吧。嗯，这个是不是荧幕截图，然后去刮下来，不要刮下来，写下来就好了。快要开门了，啊，有客人了，可以了吗？不行。橘子三份，焦糖饼干，橘子三，薄荷饼干三份，综合莓果，巧克力。巧克力坚果两份取消，巧克力坚果，柠檬，巧克力坚果两份，那个我也要两份，香草，那个我也要，巧克力坚果两份取消，加糖饼干两份，就这些了。屁啦，那个我也要是啥小？下单便条，然后回答吧。那个我也要，分数就越高，是同上是不是？这个点了几份？那个我也要，对啊。有，我看到画面是加，快点回答哦！没事，这个你们错了，不会怪你们啊。OK， 这真的是不爱玩啊。你的虾人队长死掉。好的，下一题。家人有在吗？点了几份？他会不在啊？是四份。家人在吗？家人，快点回答哦！家人。哇，队长消失了。OK。胜你，加油。好的，下一题。这个总共点了几份？哦，截图画横竖哦。快点回答哦。OK。OK。OK， 公。郭喵的屌虐局，好的，下一题，全部加起来有几份？实体比较能玩，对啊，所以这游戏本来就是要实体玩的啊，不是这样子玩的啊。他能零延迟，能做到平衡系列就几款游戏，几个游戏而已啊。这个一定是现场玩的团康游戏啊。奇怪，虾人一定是点了参加才会在啊。这个以外的点了几份？哦，有内鬼。他倒地了，他对冰淇淋过敏，没有，他搞不好对冰淇淋过敏啊，没事的。回答哦，剩二十分钟注意时间，我知道啊，我知道，我在看。
感觉你只要答对一题就够了哎、欸哦，没事啊，那个真的太难了啦，没事没事啊。我们等一下想玩什么？一二三木头人，还是你们想玩一二三木头人？哎靠哟！你们等一下想玩一二三木头人还是什么？好，又一个头啊！也结束了，来发会死啊！如果玩一二要玩十，因为佛的话，那刚刚直接投就好啦。好了，游戏的胜负已经分出，大家一起投票，选出这一次的 MVP 吧。使用智能手机投票选出今天表现最好的玩家。你每次都被抓，哎。投票时间开始。还行吧。噔噔噔！所谓表现最活跃，不只限于游戏里的表现，也可以考虑笑容等其他因素。笑得最多的人，也许也是个好选择呢。哎，我怎么找不到？奇怪，我找到了。就算已经投过了，现在还可以改变主意哦。MVP 是你吗？你作弊，你肯定作弊，你作假！我要揭穿你的谎言。那么，来发表结果吧。这次的 MVP 是这位玩家，请为 MVP 拍手，恭喜！最后请为我们比赛的双方队伍鼓掌，辛苦了，辛苦啦！啊，辛苦了，辛苦了！怎么样？要不要休息？二十分钟？不可能，不可能！我们玩这个吧。精力的话，仅用追 OK。哎、欸，我自己私下玩的时候玩不到新的模式、欸，哎。应该说玩来玩去就真的那几个，我一直抽不到新的游戏耶。还有什么可以玩？链条恐慌，不要忍者，不要忍者，忍者只是霸凌我，不行，这个也是霸凌的。脑力深蹲，相反厨房定时器，好啦，来这个马同学来，再来再来再来，马同学，我们玩二的。好了，那么各位，我们马上来分组吧。你们要自己决定要跟谁一组吗？还是要交给我决定呢？代理拍卖不要啊！他小。现在智能手机的画面上选择要参加的队伍。哎、欸，等一下，你是昌哥变成宪哥吗？他左边是沙小，请在智能手机的画面上选择要参加的队伍。马同学过来，请在智能手机的画面上选择要参加的队伍。他怎么宪哥？不知道，哎，小楼的照片呢？那么各位，右边的队伍请移动到画面右侧。那个宪哥常有出现啊。也请移动到画面左侧。哎，瓜哥呢？瓜哥是谁？瓜哥今天怎么没有出现？大家都确实移动到画面的左右两侧了吗？那么。准备好了，大家一起点出智能手机吧！厨房定时器二，各位还没吃晚餐的啊，来吃喽！该吃了，该吃了。Hello， 各位，欢迎来到料理学校。请先用自己的智能手机报名，非常容易，只需要按个按键，谁都做得到。不是只有六个吗？那是一开始啦，一开始只有六个啊。
要我改吗？不用不用。啊，你就是瓜哥吗？那么，请使用智能手机。等下八点顺便问一下卡比兽。是是是是是。你是不是只有玩一二 Switch 才会出现啊？那是不是以后只有玩一二 Switch 才看得到你？好好看到最后哦。今天来挑战我很喜欢的。我现在是猫草。猫草。首先来准备罗勒青酱吧。好。到了这个时间就关掉开关吧。我要干扰你们呢、欸。往下，好，往下。打开。三、四。刚刚说十分钟要干嘛？关台啊！我要去看安妮主播的台，没看台啊！我这几天没开台，也都在看台啊。成功做好了吗？也不是说都在看台啊，就是看看一些影片，看一些人开台，就先休息一阵子嘛。0.7秒，哎，马同学。零秒呢？太棒了，真有本事！延迟有几秒？不确定哎。但是你看手机，你看手机，手机上面会有显示时间。主菜没有延迟问题啦。请把它取出来。各位准备好了吗？准备，开始。我刚刚手机画面黑掉了，啊！我手机刚刚画面黑掉了。做得不错。这个模式它，你看手机就好，不用看台。你只要看到它上面要几秒钟，然后开始倒数的时候，你再玩就好。所以这一款比较好玩的原因，是因为它没有延迟问题。我刚。主厨，我刚眼睛画面哎、欸，还有0.3秒，我刚刚画面黑了，怎么办？主厨，我是不是要死了？这根本是天才了！主厨，我看不见了，主厨，啊，我的画面又黑了。好，刚刚在煮的意大利面在干扰，没有干扰哦。到了这个时间，18，就拿出来吧。各位准备好了吗？准备。开始，最后的步骤非常重要，得分是2倍哦。七，按摩判定到啊，他又延迟啊，他，我举上来了，他没显示 OK、欸。我应该往下摔，对不对？用力摔手机。然后他说：“你要挑什么手机？”我要玩一二 Switch 用的手机。哈，猫草。哎呦，你是不是都压轴才零秒啊？哎，好扯哦，你们好强哦。有人打电话。好吃的料理完成了。哎呦，我的闹钟刚好响，哎，吓死我了。看来今晚会是一场愉快的盛宴呢。好猛！他都不给你 OK， 你会玩吗？就是有些手机要盖下，有些手机要往上举，你有看懂吗？还是其实你有做，但是没有成功？你看，我们这边还缺，哎，也不对，工作人员名单。哎，人那么多，我们来看家里的垃圾吧。
海猎人。你手机可能讨厌你。欢迎来到编辑部。那就是你们，你跟你的手机不合适了，该换个新的吧。苹果不是都是九月的时候出新商品吗？每次都刚好我生日的时候，所以我很期待每次生日都可以收到苹果手机。拿出悠游卡。也不是垃圾齁。不参加的玩家请为参加者打气吧。出发前先检查一下照相机。说啥垃圾呢？这游这模式很好玩啊。这模式也没有延迟啊。要不是不能拍手机画面，我就把安妮拍进去了。我说他的皮啊。准备好了吧，那就马上来练习摄影吧。那个就是 train color 了，在周围寻找同一种颜色，然后拍下来看看吧。75分。圆圈的中心对准。你断了，再连呐、啊，连不了了吗？是用智能手机操作、哦。哎，不要给我拍游戏画，不要给我拍荧幕，拍电脑画面哦，任何三 C 的画面都不行哦。这是第一回合的摄影。94。哎，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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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这个圈 color 吧，在20秒内拍照吧。那么就是这个小黄瓜。不是小黄瓜啦。就是这个巧克力棒。3、2、1，好 ，OK 了。最好的相片是哪一张呢？我要你说啥？哎、欸，怎么可以？我都买巧克力棒。哎、欸，草蛇、欸，哎，好猛哦、喔！什么高宝书版？那么接下来的工作也加油吧。水色的。接着是这个颜色，时间跟刚刚一样，那么开始。老爸，我觉得我的日光灯真的有点偏黄了、欸，哎，它是白光，但是我觉得东西看起来都偏黄了啊。开始习惯了，这一次谁拍的最好呢？还是我要把这弄出来啊？回不去了，没事啊，应该还可以再一场，这个很快。我突然发现我桌上不是粉就是绿耶、欸、安全帽，哇哦，这安全帽666啊，最后一个了，加油加油，最后一个啊，这么亮，我可以了吧，我可以了吧，这个颜色，那么开始。我要先去解解台了，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时间到了，他
开了吗？还没啊！骗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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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我！辛苦了，来，给我看看最后的相片。骗我，骗我，骗我！哎，忘记点赛马娘啊，那个雀魂娘。小智啊你这什么酷哦，感谢加蓬的三个月会订阅，谢谢。谁是姐姐？安妮啊，很好嘛。哇，三张里面拍了两张小巨二，哎，玩进阶的。专业色彩猎人，最后一场哦，最后一场关台。早安，今天不会再把你当成新人教育喽，接下来一天也好好努力。等我要出门一趟，补充饮料。配姐姐的台，开心。加入。同行拍摄的是哪位呢？Come on！YT 还退取，不，他在 YT 开。不参加的玩家，请为参加者打气吧。所以我在想，我要怎么？先检查一下照相机吧。我要怎么带过去？启动智能手机。带不过去。你们，就是我肩膀这个小精灵啊，他待会在 YT 开台啊，就是做动身攻略啊、魔物攻略啊，还有萨尔达攻略的啊。贴连接，贴连接很难带过去哎。寻找同一种颜色。但是拍下来看看吧，但只能贴连结了，不然还是玩，对不对？我的圈的中心对准颜色再拍摄。58分，手机操作哦，感觉不错，那我们就出发吧。这是第一回合的摄影。先看看这个圈 color 吧。来，床头柜的，拍床头柜了。那么开始。拍床头柜了，各位啊！哎，我发现酒红色，我房间也没有东西耶。还是把手咬破，等它干掉，然后画在。可能手把上面等它干掉，直接拿来拍。49分，哎！祝你生日快乐！为什么这瓜子可以呀？哎，你这瓜子是拍什么？哎、欸，那么接下来的工作也加油吧。手其实很难咬破吧，很难呐、啊。你真的要用的话，用刀子就好了。时间跟刚刚一样，那么开始。瓜子放阴影比较深，哎、欸，我很努力在调阴影哦、喔。我每次那种比较暗的，我都在背光拍啊。但是我还是找不到深红色的、欸，哎，酒红色的。哎、欸，八点了。这一次准备了，各位要关台了。
来去第一台了。哎，我差一点点啊！你们啊，可惜了，你们看不到我的手了。哎，好吧。哎，瓜哥，你的手，瓜哥，洗个手，你手有污垢啊，瓜哥，洗个手啊，你的指甲垢里面好脏啊，瓜哥。姐姐，写九点。最后一个了，加油！写九点，是九点哦。最后是这个颜色。不是，不是八点吗？开始。瓜哥啊，手要洗啊！哎、欸，我今天看是八点呢、欸，还是我看错了，还是他设定错了？辛苦了，来给我看看。那你们要玩什么？还有什么可以玩？再玩个六十分钟的。你说啥？祝你生日快乐！哎！叫那么大干嘛？叫那么大声干嘛？木头人。好啊，叫那么大声干嘛？真不愧是你，谢谢你今天。真不愧是你耶！32分，好，我看一下哦。你们要玩一的还是二的啊？木头人一，木头人二。你看哦，这个是不是就只能Switch了？不是，不会啊，没关系啦。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啊，这个请自己看手机画面，不要听实况声音啊。想要参加的玩家，请使用智能手机报名。啊，有人到了，有人到了，有人到了！啊，有人到了！啊，有人到了，有人到了，有人到了！啊，有人到了！还是我等下再去玩一次二十分钟的。请使用智能手机报名。啊，有人到了。想要参加的玩家，请使用智能手机报名。我是不是要重贴那 QR code 啊？请为参加者打那 QR code， 那要重刷好，一直有不在的人。双手拿着智能手机，在原地踏步吧。还是你去找色维呆呆兽，看你眼睛多好。哈哈哈哈。哎、欸，我分得出来、欸，我其实分得出来、欸。我没有说我的色感很好，但是我还蛮敏感的。左边的队伍需要这个人数抵达终点吧？那么开始吧！一二三，木头！哦，有人啊！有人到！有人到了！啊，有人到了！有人到了！一、二、三，木头人！哦，有人到了！一二三，木头人啊！有人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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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啊！有人到了！一二三，木头人！啊！有人到了！啊！有人到！有人到了！咦，该不会有人在出老千吧？哦，有人到了！一二三，木头人。我手机掉地上了。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谁？一二三，木头人。啊！有人到！有人到了！啊！有人到了！
啊，有人到了，有人到了。该不会有人在出老千吧？有人在出老千吧？怎么可以那么过分？啊，有人到了，有人到了。哎，两只猫哎。啊，有人到了。朱真昌真的很会冲哎、欸！枪枪枪！哦，有人动了！咦，该不会有人在出老千吧？一二三，哇哦！哇哦！恭喜，是你们胜出了呢！我们再来玩一次20分钟的吧。那个猫猫生气好可爱哦、喔！朱真昌好冲啊！不愧是阿昌哥啊！你要再试一次吗？我玩二的，二的比较嗨哦，二的超快哦。一二三，木头人二二，来游玩一二三木头人吧。反正就是看游戏画面嘛，有心电图就要停，有数字有秒数的话就可以走，不是秒数啦，距离数。想要参加的玩家，请使用智能手机报名。等一下，你那个，怎么 Nono 会参加这个 ？Nono 不是都是色彩猎人吗？你是真 Nono 还是假 Nono？你好累，不会啦。参加的玩家，请为参加者打气吧。那么，请大家站起来。我不知道他是真 no 还是假 no 哎。双手拿着智能手机，在原地踏步吧。刚刚跟着跑，不用你抖，你这个抖手机就好了。这个动手机就好了。双手拿着右边的队伍，需要这个人数。左边的队伍需要这个人数，抵达终点吧。那么开始吧。一二三木头人，啊，有人到了！一二三木头人，啊，有人到了！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啊，有人到了！一二三木头人，啊，有人到了！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有人到了，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啊，有人到了，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人，一二三木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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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太烦了吧！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等下 ，Nono 好快哦！No 哥 ，No 哥，等一下 ，No 哥 ，No 哥你好猛 ，No 哥，天哪！木头人，啊，有人到了！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啊，有人到，有人到了！一二三木头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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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木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人，啊，有人到了，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人，一二三木头人，啊，有人到了，各位记得呼吸啊，各位。我差不多要回去了，最后再玩三次吧。好。一二三木头人，啊，有人到了。一二三木头人，啊，有人到了。一、二、三，哇！哇哦！恭喜，是你们胜出了呢。不敢呼吸。
对，我怕大家没得呼，没忘记呼吸啊，记得呼吸啊啊！好，我们队伍对战是 OK。我知道了，好了，再一次色彩猎人，马上来分组吧。你们要自己决定。我现在可以跳出吗？还是我关掉？交给我决定呢。等一下哦，你是说因为 No 哥在吗？来啊来啊来啊！我刚刚想说，我们看看，我干嘛关掉啊？白痴哦 ！No 哥还在吗？等我一下，我重弄。完蛋了，等下重按了。等一下哦，关掉，关掉。那我右上角，哦，左上角就先关掉。等我一下啊。一次两个对决，什么两个对决？啊，各位，再一次，我很抱歉。顺便刷掉刚刚不在的人啦、啊。刚刚几个不在，我的手机上面有够哎、欸，天哪、啊！已经进入房间的玩家。请输入自己的头像照片跟名字报名吧。已经报名的玩家，请帮一下还没有参加的玩家，告诉他们怎么报名吧。报名完毕之后，就开始游戏吧。他这是本人吗？不是，我是说，他真的是各大台出现的 No 哥吗？游戏吧，请找一位代表负责按下 Joy-Con 的按键。再我们来看看啊。我是 Horace， 今天我在想那个丢忍者的，还好他是手机往前弹，而不是用丢手机的姿势，不然手机砸在人身上也死了吧。马上来，请用 OK。好了，那么各位。我们马上来分组吧，你们要自己决定要跟谁一组吗？还是要交给我决定呢？
OK， 要开始咯 Everybody， 上岗！右边的队伍请移动到画面右侧，左边的队伍也请移动到画面左侧。色彩你跳过，好。那么，大家都确实移动到画面的左右两侧了吗？不是，我在想拍色彩猎人为什么要移动画面啊？那么，准备好了，大家一起举起智能手机吧！色彩猎人，欢迎来到编辑部，今天也来追踪最新的 Train Color 吧。要同行拍摄的是哪位呢？不参加的玩家，请为参加者打气吧。出发前，先检查一下照相机吧。启动智能手机的照相机吧。准备好了吧？那就马上来练习摄影吧。那个就是 Train Color 了，在周围寻找同一种颜色，然后拍下来看看。还有林克，你的头发颜色很像哦，来，我拍一个看看。把圆圈的中心对准颜色再拍摄。是用智能手机操作哦。感觉不错。那我们就出发吧。就出发吧。这是第一回合的摄影。哇靠！先看看这个 Train Color 吧，在20秒内拍照吧。那么又要背光了呢。繁星是不是有洁癖啊？要看呢、欸，我没有到非常严重夸张的那一种。怎么了？怎么说？哇，没想到可以遇到你耶，想说都在别人的精华里面看到你。不是，那么接下来没想到我遇到了本人耶。接着是这个颜色，时间跟刚刚一样。谢谢你来我的台。谢谢财务管理课本，来各位课本留好啊，搞不好后面还有新的 Switch 可以玩，课本很重要啊。这一次剪精华不行，我们 No 哥没第一名。
No, no, 不。你还用手去挡阴影哎、欸，哇哦！再次感谢财务管理各本。最后一个了，加油！你这个结束先跳了，好，月灵，拜拜，拜拜，月灵。最后是这个颜色，那么开始。来吧，100分。怎么了？为什么终于可以打字了？哦，你刚刚在干嘛？手机收下来，不能。时间到了，辛苦了，来，给我看看最后的相片吧。来，我忘记为什么要问你有没有洁癖了。怎么了？怎么了？啊，才88，哈哈，多利多姿，为什么你这滑鼠也没有很红啊？要多喝水，有在喝，真不错，真不错。好扯哦！来，我们最后一次了，好不好？这个玩完我们关台。专业的，没得对颜色了，没得对颜色了，好不好？这次换专业的了，各凭本事了，不能对颜色了。早安，今天不会再把这个玩完关台哦，感谢各位喽。也好好努力吧。怎么跳游戏？那你不用参加就好了，你关掉就好了，你手机滑掉就好了，没关系。啊，感谢 NONO， 感谢宪哥啊，感谢谢谢谢谢谢。啊，刚刚谁？啊啊，昌哥。不参加的玩家。赢 NONO 真爽！哎，别这样讲啊。出发前。他这样压力很大、啊。请看一下照相机吧。贝亚安安，允许。人家搞不好一些题库都已经丢掉了。准备好了吧？那就马上来练习摄影吧。哎呦呀，那个就是 train color 了，又是小巨鳄哎。找同一种颜色，然后拍下来看看吧。你的大腿肉85分。把圆圈的中心对准颜色再拍摄。刚刚手机碰到耳机跳到了。是用智能手机操作哦。感觉不错，那我们就出发吧。这是第一回合的摄影。啊！怎么又是这个红啊？在20秒内，我好像有哎、欸，等一下，我好像有。开始。悠悠卡哪是这种红啊？怎么悠悠卡、啊？这个是我昨天玩那个啥，玩不同的冬天的那种状况哎。最好的相片是哪一张呢？再次拿出瓜子，这次我一定赢瓜子吧？哎、欸，我才75分哦！
这什么东西？哎，你的床，这是床垫吗？那么接下来的工作也加油吧。接着是这个颜色，时间跟刚刚一样。那么开始。诺哥加油，诺哥，诺诺哥哥加油。三二一，好 ,OK 了。好，这一次谁拍的最好？预测繁星没有前五。哎，我有蜡笔耶，怎么可能没前五？我有那个蜡笔耶。前四啦，哎呀，水样清新，等一下你们两个，最后一个了，加油！哎，又是这个，最后是这个颜色，那么开始，看一下哦。灯光下，还是你是说我刚刚那个别人的指甲垢里面有东西，这个东西吗？不是，因为指甲垢里面的细菌、寄生虫非常多，所以才会至少手要保持干净啊，因为你不可能用脚碰到嘴巴啊，用肩膀碰到嘴巴，你会碰到嘴巴的东西几乎就只有。透过手才会碰得到。哦不，我十一，好强哦！各位的垃圾好多哦。那是什么？等一下，那是什么盐吗？你要去抓鬼了哦！真不愧是你，谢谢你今天。真不愧是你耶！他怎么样生气了？气不不？好了，感谢大家今天的游玩。反正这个是明天才要开的啦，只是我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开。想说现在又不知道玩什么，先玩这个。辛苦了，辛苦了。等一下，我看一下现在光遇可不可以上。我还有一个最后还没有拿。你才，拜拜。关闭软体怎么关？等一下哦。OK。我的小巨鳄跳楼啦！我剪掉了。好了，各位要关台了，要关台了。晚点可能会再开啦，晚点可能啦，不确定，好不好？真的不确定。因为要开可能也是要啊，肯定是要等安妮观台才会开啊，我不想要边听他的台边开台，我这样子我会太不认真开台了，没有怪他，是怪我自己太没有定心了。呵呵，看一下今天还没有，我还没有去捡那个最后的票，今天要去捡票，结果一直被欧若拉拉走，他每15分钟会拉我一次，欸，我的准心准备绘本里面颜色每一个派得上用场的，看解台休息，对啊，
其实今天也没有睡很好啦，今天我整晚没睡，然后今天两个小孩子又在家里。好的情况是今天妹妹、欸、姐姐比较听话，会听我讲话。啊，比较惨是弟弟今天还是一直吵。来，你们看看光玉啊，昨天开台没有参与到世界纪录的演唱会，哎，可以不用太想安妮哦，这肯定不可能的、啊，想死了。请问弟弟怎么吵？尖叫啊！姐姐，一直吵。啊，不会又没有吧？有喂，爱心还笑脸，肯定要爱心的吧？哎、欸，我怎么是带这个披风？喂，咪咪妈妈是我的至尊。没有哎、欸，我又没有哎、欸，是不是太晚参与了？再一次啊！好像有点宕，很正常，因为人太多了。你要知道这边可以挤下10,000名玩家，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东西啊，它可以挤下10,000名玩家哦。这个演唱会很当是正常的，前三天啊，你会一直出现伺服器连线失误。今天有欧若拉本人到虚拟演唱会，他要吃运气。本人哦，他之前都没有是不是？那他本人到就真的叫欧若拉吗？哦，那有参与到要拍照了吗？哎、欸，还是没有，还是我就算了。问一下哦，这一次用票换的就只有两个动作，对不对？换到东西就可以不用再捡了，对不对？那再问个问题，活动到什么时候啊？我的票几张？17，你可以用红蜡烛换票。那活动到什么时候啊？9月初，所以还有5天，5×5=25，4天，5×4=20，啊，好像可以耶。啊，那我今天我好晚点再来检票好了。9月4号，哦，那可以。那活动霸凌我不给我玩啊，还是要选笑脸才有。哇！还是没有。好啦，你这样吧，大家晚安，拜拜。你们要去谁那里呢？去谁那里呢？
哎，沉迷今天没开哦，好吧。可是是水，如果不抽，他会在小迪娜。哦哟，哎，我们去听声音，我们去看一个皮可爱的妹子如何？好吧，我们去看一个皮香喷喷的妹子。R A I D。你找不到我所谓的姐姐，就安妮呀、啊，就是这个啊，这个台啊，有姐姐可爱吗？输肯定差很远的好吗？姐姐是漂亮又可爱的化身，好啦，走咯。